癌能吸炭母烧炭凉死。卖得了，林部啊，都是九二天平。台南的苏姓男子指着妈妈和弟弟陈尸的位置。我去干了。苏姓男子的弟弟罹患癌症，妈妈中风，平常都是弟弟在照顾妈妈。啊，恁母也是住你都你家哎。去年六月一号，弟弟曾带着妈妈在这个房间烧炭自杀，还好亲友及时抢救。没想到今年六月一号又在房间内烧炭自杀。苏姓男子说，昨天早上四点多，弟弟拿菜刀和一碗水去找他，要他喝水后快睡觉，他怕弟弟下药不敢喝。到了早上六点多，他去弟弟房间，妈妈和弟弟已死亡。哦，这边是窗啊门啦。哦，哇，那是用安尼哦。董新闻，台南报道。